嗨，各位，今天要挑战用小兵击杀红 boss， 慢慢把超级兵引过去。因为稻草丛没事引，所以超级兵先打小兵，超级兵血最厚，伤害最高。哎呦，好像成功引过来了。让我们一起慢慢来打挂红吧，用我们比谁聪明的脑袋担忧个。对局不会用轮盘释放技能，一直刷牌去根本技能，而干干干干你娘。没关系，我们再试一次，感觉可以。哎，悠悠低能儿不开轮盘施法了。闭嘴，你这低能儿。没关系，我们调整一下。 Try again。 我感觉快成功了。稍微调整一下位置。超级兵已经是打红了，再来尝试打台上。干怎么输了？哎，不对，我赢了。